咁大手喺褲諗下咩你中意個。 生日快乐哟！耶！我要出发了哟！今天晚上给朋友过生日耶！第一次，小 F 组织了一趟露营团。耶！今天我们去露营喽！一起去露营。对，等一会儿山上见哟！出发！心情跟我每一次走进清迈的咖啡店一样，平静中带着感恩，因为我知道每一次的相遇就是一种缘分，而缘分不一定天长地久，只要我们珍惜当下就好。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哟，大家都半躺着了哟。现在是下午大概4点钟，还不到1点。啊，阳光灿烂哟！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个沙拉里面，另外还有个沙拉。我们甚至还带了电风扇，小 F 的电风扇也在这边。啊，婚妹马聊。 喂，你看这个就是不一样耶！租帐篷的就是有这么好的、舒服的睡眠系统。啊，金龙！哇，这个坤妹跟你们说，她这个是新的帐篷，没有人睡过哟，很好耶。啊！哇，真棒！ 哇，水蒸嘞！这个是我们的第2个沙拉，今天带着朋友来录影，全部给我们是新的。 因为我发现太阳快落山了，一会儿呢还要给小伙伴们准备生火，还有洗菜，为晚上我们的小伙伴过生日偷偷准备了一个蛋糕。现在呢他还不知道，所以小 F 要提早做好准备啦。不需要，谢谢，你们玩呗。对，然后立着转。啊！哇塞，终于好了，啊、终于好了呀！Hello， 快买榴莲！哎，来哟！哎呦，哎呦，给检查没？给检查没？嘿嘿嘿嘿，给长带传传没？呦，baru. Ngoài ní chả lau, lau mình nữa hay khổ gió. Thế.小伙伴们在一起少不了火锅。这次小 F 在营地点了泰式的猪肉火锅，在泰国也被称为治愈型火锅。里层呢是刷猪油的 BBQ， 外层是鲜美的泰式汤料。在来录影的路上呢，我们已经在一家菜场里面采购了很多的食材，你们看到的五花肉呀、蔬菜呀，全部都是在当地的菜场里面，小 F 亲自挑选的哟。花肉在炭火上吱吱作响的时候，山顶开始噼噼啪啪的下雨了。凉爽的风伴着销魂的肉香，如果这世上只能靠一种食物活下去，我会选择五花肉。那你的选择是什么呢？评论区里面告诉我哟。看他的哈喇子流了，哇！哎呦，甩了两地，哎呦！你给人家煮一会儿，还是流水饭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这时候雨也已经停了，我想这就是友情最好看的样子吧。